如果让你给迪丽热巴选个男朋友，我推荐四个，你们来挑一个。热巴现在在娱乐圈已经有一席之地了，但是事业关心完了，网友开始关心热巴的感情事业了。如果以下的几位男明星中，让你选一位给热巴做男朋友，你会选谁？热巴和高伟光合作《三生三世》，如今又在拍《真尚书》，剧中的 CP 感也是不错的。热巴和邓伦的《1001夜》正在热播中，两人在剧中的互动也是相当甜蜜。虽然现在罗晋已经有女朋友了，在《克拉恋人》这部剧中也没能和热巴有美好的结局，但是在剧中两人就是配一脸。热巴和张彬彬同属一家公司，而且张彬彬也帅帅的，会不会发展办公室恋情呢？